美女，咱们才现在开始啊。先给你检查一下耳道。你的耳朵好干净啊，里面有一些轻微的小碎屑。那今天给你清洁完，然后再给你漱拭为主啊。好的。你这样躺着舒服着没，美女？你要躺舒服，躺舒服了，能轻松一点。挺好的。我感觉出汗，我是有点累。你平时采耳朵吗，美女？挺喜欢采耳的。你采的也多是吧？是的。力度不合适的及时跟我讲啊，美女。你平时自己掏的多不？不掏。自己不掏啊。力度可以吧，美女？挺好的。
给你转毛毛的耳膜。嗯，这个声音会比较大，打到你的耳膜上啊。嗯。给你清洗啊，美女。嗯，好。这个跟水浸你耳朵有点相似啊，但是咱们这个是狭义。
对，清洗完是不是很清爽？对，洗完好舒服呀，感觉耳朵一下子轻松了。嗯，往出倒那一瞬间可舒服了，暖暖的。嗯，好啦，美女，咱们才结束了。嗯，好舒服。